One K coming up next。嗨，大家好，我是 Fiesta 的曹璐。最近开始刮大风了，天气也越来越冷，我们一定要用帽子、围巾、大衣和棉鞋，把自己从头到脚暖暖的武装起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周 One K coming up next 又有什么样的新鲜消息等着我们。上周 Wonder Kid 的热播视频 Original Hot 点击数量最多的内容是 AOA 的 Let's Dance， 一起来看变身性感小猫的他们吧。 Wonder Kid Original Soon 以下是11月第三周公开的内容。 So Hot 富有魅力的 Beast 遇见最火热的粉丝，特别策划他们的粉丝见面会 Club 99。活泼可爱甜美少女们终于亮相了，那就是 Lovely， 一起来关注 Melon Premier Showcase， 见证他们出道的那一刻。 Wonder K 独家访谈，时隔七年脱衣携带着第七张正规专辑回来了，柳熙烈的 Hashtag 采访，韩国的性感达人柳熙烈的第一部采访，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Zico 摆脱 Black B 的形象，携带着第一张个人专辑 Swag 重返歌坛了。到底他是谁的歌迷？他喜欢的歌手又是谁呢？敬请期待他的 Playlist。将在韩国 R&B 乐坛掀起一股新浪潮的实力派歌手 Joo Young， 通过关键词了解他，敬请期待他的 Hashtag 采访。接下来一起来看看这一周公开的新专辑，由影上制作而成为热门话题的新锐女子组合 Lovely， 据说她们好像花花绿绿的棒棒糖一样可爱甜蜜，一起来欣赏她们的魅力吧。亲密的七个少年 Cut 7 携带着第一张正规专辑回来了，富有节奏的舞蹈散发着另类的魅力，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她们吧。名牌情歌歌手金范秀听说在宜人的秋天欣赏富有号召力的歌曲更容易上瘾，让我们一起来陷入金范秀那迷人的嗓音的魅力吧。接下来一起来看看这一周公开的新专辑，天气越来越冷，感觉人也会越来越懒。在寒冷的冬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劲爆的音乐，不仅可以暖和我们的身体，也会让我们充满活力。下周见，不见不散，拜拜。